我们进来往那个史莱姆。我真的很喜欢史莱姆。你知道他吗？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动画，很好看。卡通。对啊，超好看的。我知道啊。他变魔王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对啊。他吃了20000个人，变魔王，条件。反正那一部戏就是演得非常浮夸，可是就是很强，强到没有人打得赢他。真的。手机的那个。哎，我觉得他那个睡觉好可爱哦。那个。那个图案他在睡觉。他如果没有魔力，他就会睡觉。跟卡比兽一样。这是马克杯吗？应该是吧。酒桶杯。不知道他到底长怎样。这里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。多少钱啊？下面有写吗？没有写哦。木棉花的，他们的都是木棉花，680块，680，好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再说，那也是杯子，是吗？是不是这个？这个？哦，还有没有？图案好像是，那就还好。哎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手链你看戴起来是这样哎，哇 ，Hello， 为什么没有给我对焦？这样子，好可爱。这个是耳环呢，耳环。小东西耶，好可爱哦，这边。像那个猎人的东西，猎人，你都没看过的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什么？抱枕，超级暖，很暖吗？不知道多少？550，那么高？后面有写。很暖哎，超暖的，你捏捏看。哎，真的耶！嘿嘿。娃娃还好，因为娃娃。这感觉很蓬。这也太舒服了吧。这是枕头还是？它可以变换另外一只。是多少？它变换成这两个。可以。这边呢？980。太酷了吧！嗯。这里都是猫，这是什么？血小板。这是猎人，哎，你看。啊，刚刚那个。晋级的巨人的杯子。真的好屌哦，把那个木桶，那个他头好美哦，还有这个，然后项链耳环，哎呦，他们这次都有出项链耳环耶，手环。对啊，那个多少钱？看这里啊，680。680。晋级的巨人，这一只，这个你有看过吗？有，我有看过。工作室，对。刀剑，刀剑神，多多的，然后他们也有做。哎，对，像刚刚那个史莱姆也是做这个系列。他是把 logo 放上去。嗯。其实这一最多的就是史莱姆跟鬼灭之刃。对。这里是鬼灭，鬼灭的周边。这什么？戒指哎！好酷哦！戒指。320。320。天哪！
这是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到啊。然后这是其他的。好厉害哦，连这个也可以赚钱。你看，每个都不一样。手表。还有手表。对，叠肩做的手表。你看。这个不错，中二虎来啊！这里都是人。鬼面是摊子最多的。对。那杯子还好。就一般透。对。这个衣服我没有了。你有买？小心的娃娃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好好笑哦。哇，这里也是。刚刚看到的，哎，吊饰、钥匙圈。去哪里呀、啊？这里都是拼图哎、欸。鬼灭1000片。拼起来很好看哎、欸。哦，上面的。400片。哎、欸，那好大哦，那是。400片哦。对啊。可是你看，哪一个？这个。就这个。1000片啊。这1000啊。比它更大、啊，没有1000片就是这样啊，然后卖400块，好，很美吧？哦，很大哎！我之前超喜欢拼拼图，你家里还有两个？可是我都是拼史迪奇，家里还有两个、哦，还一个是史迪奇还没拼，你还没拼，嘿嘿，买的都没拼，对。异想世界，你、欸、看、欸、这个时钟，哇，这个很漂亮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很美、欸，这摆好看，而且会有闪闪发光哎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这很美。这是 LED 木纹钟哎，好多、哦，多到爆。你有对哪个比较有兴趣？有手环。对那个戒指比较有兴趣。戒指。你看这是手环。嗯。我不想要太中二。戒指看不出来他是谁。你看，这就很多那个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这个超好笑的。那个钥匙圈啊。对啊。那每一个属于他每一个的这个。你看旁边呢、啊。哪个？你看，还有他的袜子。哎，我也很好忘。好酷哦，连袜子都有。小时候娃娃也有。然后这个也有哎，时钟温度。还有日记啊。嗯。小娃娃。真的很喜欢鬼灭的人，应该都会买吧。会疯掉。好了，还有哪里？88折优惠。哎，那边有写福袋哎，均一价680。还有满额好礼，999的已经售完了。999售完。是宝矿力。然后这边填问卷的话可以抽奖。不要再说了。他说什么？拍照、摄影、上传。
明信片。为了当下的结果是这样的，因为越来越少越没了，就这样。限定福袋是吗？有什么东西？可以那边吧。哇，那一把刀好帅，哪一把？暗示者。哦，看到了。干嘛？太帅了吧！1:1耶。好酷哦！太帅了吧！这可以抽出来吧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他是买的话是可以抽出来的。对啊。哦。他在这里啊。不一样，那是雨伞。一起吼死吗？杜建的雨伞哦。开玩笑。连雨伞现在都做成那样了。嗯。太屌了。这个很酷。哎、欸，2500哎，人家买。买回去干嘛？摆饰对不对？很屌啊！很酷啊！然后刚刚那个卖东西的旁边有一些可以让你拍照的地方。你拿来比啊？对啊。我就是喜欢它、啊。这个手势。很厉害。看这边都有看板可以拍。谁？谁最老实？谁？不知道。最早死掉的地方。是啊、哦。那很快就拜拜了。那我的，我看像那个刀子他的啦。哦。很强哎、欸。这小子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刀好特别哦，有爱心。不来不来，不来吧，不来吧。走吧。然后这里也可以拍照哦，这里是史莱姆。超大的。超肥史莱姆。那边。然后还有那个伞，枫叶耶。好了，我们逛完了。对。还有扭蛋区。扭蛋区一整排。然后这边也是拍照的地方，什么很可爱？小飞象哎、欸，小飞象。哎、欸，这个太好笑了吧？猫咪，四脚，猛鬼系列，这个、欸、是大颗的耶。应该是皮卡丘的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家这样？有，是日本家的。还有卡比兽哎，哪里？这个你有了对不对？这只我没有、啊。躺着的、啊。新的哎、欸。怎么长得那么像？它新的哎、欸。是啊、喔。它是新的。哦。要不要？看你啊。然后还有小美人鱼公主系列。史努比。你看这三只，嗯，你这个扭蛋好新哦，真的，都没有的史迪奇不好玩。怎么不好玩？都是我爱的。你看还有这个乌龟，多帅啊！你看各种龟，好多龟哦。这史莱宝最近已经很多龟了。第二弹的呢，我一定会收集这种龟，因为这个龟很好看啊。陆龟。拍谁合理点？苏伟，超可爱的，你看这个。他的姿势，哎、欸，好小的钓鱼哦。你看，有小小的钓鱼。嗯。这个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是那宝可梦里面的那个龟扭蛋的，超帅的啊。超帅的啊。没了。我宝可扭啊。看你啊！我刚扭一次要100块啊，好贵哦！好贵哦！我们上次扭为了扭一只卡比兽花了多少？1000多。哇！
那我们来拍一集扭蛋特辑。好。改天啊，好吧，改天再过来。好啊。